结婚那天，酒店门前车水马龙的，妈妈问我，坐在角落里那两个像要饭模样的是谁啊？我看过去，发现他们的衣服是新的，连折印都看得出来，倒不像要饭的。我的先生天池是个孤儿，那边没有亲戚来，妈妈担心这两个要饭的是来装作亲戚，来吃黑酒的。天池慌慌张张的，一下把我手上的捧花撞到地上，支支吾吾的说：“他们是我远房的堂叔堂婶，就让他们坐那儿吃吧，比较自在了。”敬酒的时候，梁老抬起头来，有点不相信看着我。堂婶的眼睛很空洞，眼神飘忽不定的。天池就说：“堂叔，堂婶，这是俺的媳妇小杰，咱们给你们俩敬酒来着。”看着梁老颤抖地端起了酒杯，手指的背上都是黄黄的茧，厚厚的指缝里面流着黑黑的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让他们过早的就累弯了腰。突然我发现堂叔的右腿是空的，原来堂婶是瞎子，堂叔是瘸子。第一年的除夕，天池说胃疼，没吃晚饭就回房睡觉了。我让妈妈熬了点大米粥送到房里面，发现天池躺在床上，眼睛还湿湿的。别这样嘛，第一年除夕就没跟我们家吃年夜饭，一个人跑进房里，好像我们家亏待你似的。我看得出来，说你不是胃疼对不对？对不起，我只是想起了堂叔跟堂婶还有死去的爹娘，怕在桌上忍不住惹爸妈不开心，我才推说是胃疼。你呀，真是个傻孩子，你想他们过了完年以后咱们去看看他不成了吗？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怎么过日子的。算了，那条山路特别难走，等以后路通了，我们有了小孩再去看他们吧。当时我心里想，等我们生了小孩就怕他们还不一定在呢。第二年的中秋节，我正巧到外地出差回不了家，我特别想念天池跟爸妈。我想到天池应该没睡吧，我就打开电脑重新升起了一个 QQ 号，名叫做读你，我想捉弄一下他。没想到他也在线上主动加了我。我叫读你啊，我就问他，这样一个万家团圆的好日子，你为什么还在网上闲逛呢？天池说，因为我老婆在外出差，想她睡不着觉，所以就上网来看看。我挺满意他的答复的，接着我又打出，老婆不在家，可以找个网路情人代替呀。半天他才敲出一行，如果你想找情人的话，对不起，我不是你的情人，再见。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生气，我只想逗你一下，因为我在外地打工，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爸妈还有我的男朋友，就上网了。天池敲出了，我也想起我的爹跟娘，只是亲在外子欲养，身不由己啊。奇怪，天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你既然叫读你，那今天就让你来读我一次吧。于是我意外地知道了藏在他内心的秘密。天池立刻敲出，30年前我爹快50了还没娶亲，因为他腿瘸，加上家里又穷，没有姑娘愿意嫁的。后来村庄来了个要饭的老头，还带着个瞎眼的女儿，爹看他们可怜，就让他们在家里歇着。后来这个瞎眼的女儿就成了我的娘。我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可我从来没饿过一顿。爹娘唯一的收入就是帮别人剥玉米粒，一天剥下来10个指头全是血泡，第二天缠上了布条再剥。为了我上学，家里养了3只鸡，
两只鸡生蛋卖钱，留下的一只生蛋给我吃。娘说，她在城里要饭的时候，听说城里的娃儿上学都吃鸡蛋，咱们家的娃儿也要吃，将来才会比城里的娃儿更聪明。但是爹娘从来都不吃。有一会儿，我看见娘把蛋打进锅里后，用嘴舔着蛋壳里剩下的蛋清，我搂着娘嚎啕大哭，说什么我再也不肯吃鸡蛋。爹知道原因后，气得要用棍子打娘，最后我妥协，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块吃。虽然他们同意了，但是每次爹娘都是象征性的用牙齿碰一碰。村里的人从来不叫我名字，都叫我是瘸瞎子家的。爹娘只要听到人家这样叫我，一定跟那个人拼命。娘是看不见的，就会拿了砖块乱砸，嘴巴还骂着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我们虽然瘸的瞎的，但是我娃是好好的，我不许你们这样叫他，将来你们一个都不如我的娃。那年中考，瘸瞎子家的考了全县第一的喜讯，让爹娘着实的风光了一把。送我上学的那天，是我爹第一次出了山。上车那会儿，我眼泪扑呲呲的直掉。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替我擦眼泪。进了城要好好的学，以后就在城里找工作娶媳妇儿。别人如果问起你爹娘，你就说你是孤儿，没爹没娘的，不然别人会瞧不起你的。娘也说，这是真话，你要听啊。你不记得在学校吗？只要说你是瘸瞎子家的，别人都会拿白眼来瞪你，刚开始连老师都不喜欢你。以后你带了城里媳妇回来，你就说咱们是你的堂叔堂婶。我的眼泪扑哧扑哧地往下掉。我在外十多年了，天池说，爹娘真的一次都没去过我学校。我想带他们进城玩玩，他们都不肯，怕让人看见爹娘是残疾人，会在我脸上抹黑，影响我娶媳妇的。后来我谈了第一个女朋友，当我认为时机差不多，带她回了趟家，谁知道她连晚饭都没留下来吃就走了。我追出去，她说，你们家的基因有问题，以后的小孩肯定不健康。我气得让她有多远滚多远。回到了家，娘在哭，爹也怪我不听他们的话，你这样会断了咱们家的香火的。当我遇到第二个女朋友，就是现在的老婆，我很爱她，做梦都怕失去她。他们家境不错，但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只能不孝了。但是每到逢年过节，我想起爹娘，心里堵得慌，难受啊。堵你这时候又翘出，那你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老婆吗？也许她不计较这些啊。天池说，我不敢说，我怕我就算她同意，我岳母也不会同意。我岳父在外是有脸面的人，如果爹娘来了，不是在他们脸上抹黑了吗？谢谢你在今天晚上听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下了网，我依旧没有睡意。都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理解天池的无奈，也了解他爹娘的苦衷。天放亮时，我就直奔火车站往天池家赶路。天池家那条山路确实难走，刚开始我腿上还有点劲儿，后来脚上全起了泡，我再也走不动了。可是我突然想到天池的爹娘这时候可能还在家里劳动着，腿上呼的一下就起了劲儿，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到了天池家门口的时候，那一片烧得红红的晚霞正照在他们家门口的老枣树上，枣树下坐着的正是天池的爹，手上拨着玉米拐杖，安静地靠在他那条残缺的腿上，娘跪在地上准备收拾晒好的玉米，这好像一幅画，世上最完美的爹娘。爹，你怎么来了？老伴儿，天池家的来了。娘惊慌失措地循着我的方向，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重重地跪了下去。爹，娘，我来接你们回家了。俺就说俺的娃没白养。娘一把抱住了我，一行行的泪水从她空洞的眼里热热地流到我的脖子里。回到了城里的家，当天池打开门，看到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的爹娘怔怔地愣在那一语未发。我说，天池，我就是 QQ 上的毒你，我把咱们的爹娘接回来了。天池泣不成声，轻轻地抱着我，谢谢。我们怎能舍得把世上最完美的爹娘丢到山里去呢？这也是我在智慧型手机上收到了内地的朋友传来给我最感动的故事，世上最满完美的爹娘。我想今天在我们现场，我们非常的感恩林峰大哥，不论是两岸的朋友，你们都非常有福气，大哥陪着你们一起听这一段最真实的世上最完美的爹娘。大哥，哎，上广播从来没流过那么多眼泪吧，抱歉。好故事，好情节，哎，感谢主，这是我今天或者说好久长久以来听到最好的福音。他会感动我们，虽然我们历经的苦难沧桑，故事好故事也听多了，臭故事也听多了，但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故事。哎呀哎呀，你能选这样的好的题材，又读得那么好听，台湾的福气，台湾广播界有你这么好的，这个节目是你制作的是吧？是的，这个单元都好好，都很好，谢谢。音乐也很好，故事也很好，你有心吧？早上感谢主，特别为大哥去准备的，因为我在想，以往我们对您的认识，在新马就是鬼马歌王。可是林峰从小在媒体上报道是一个不照着传统步伐成长的叛逆小子，可是我私底下又测闻，再怎么叛逆，好像王妈妈就是你的本性，跟王爸爸在你生命中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影响您，是吧？对，很多很多人吧，我想这一个大厦他的成就都是要许许多多各广各业的一些专业，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专业的道德，是吗？人也是一样，我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成就我的，到了晚年以后，以后有一天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呢，你开始那个反省能力特别强，感恩的能力特别强，尤其是有信仰以后，是，你会有数不尽的感谢的人，包括你看我的刘妈妈，我们隔壁的刘妈妈，那就是我的妈祖，是吧？例如我有很多的师父给我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知识，像我在武术方面有刘家良，他是我的启蒙，武术上最洪拳的启蒙老师。但是很遗憾，就是我八千里路忙的，我就是经常很少能够看到他的面，所以他走了以后我特别惭愧，是吧？还有许希哲。一个作家小五哥，徐思哲，在我的这个人生转型过程中最不得已的时候他帮助我，尤其是告诉我读书的用处，还有在这个介绍我到蓝宝石，是不是？哎，
太多太多值得我感念的故事，不是，就是我的人生路吧，是可以值得感念的人，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到了八千里路，我们做了一点像羊的事儿，就是我像人的事儿哈、我爸爸就说你总是不干点人事儿啊。父亲不在了以后，唯一在坟上能够告慰他的就是我总算干了点人事儿，对吧？是，所以很高兴能够上你这个节目，能够今天能够让我这么感性，圣灵充满，听读这么丰富，除了感恩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再美的词儿可以表述我的心情吧。事实上从1987年开始，八千里路云和月29年走下来，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观众跟今天的听众，他还期待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第二页。第二页在台湾的播出机会恐怕要有上帝来安排了。是。因为在台湾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传播环境实在是和我隔得越来越远。所以换言之，今天的这种大环境，无论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这个环境好像已经和我在融入这个环境是比较难。我这个八千里路可能是会在大陆播出，因为现在很快的，我已经从规划到拍摄到已经快1年了、是，这个节目的难度比我以前的节目可能它的难度超过可能有10倍。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我一天我做一个节目5天吧，一周的节目，我现在可能要50天也做不完。难度，因为自我要求是吧？这个故事，就八千。我的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回顾我过去，无论唱片也好，我之所以很早的离开歌坛，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超越自己，是啊，我之所以离开综艺节目，所谓的金钟奖还最佳歌手了什么，我都觉得不屑于回顾，我不瞒你说，八千里路什么最佳的什么主持人了，文化就主持人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奖，我都没去领。没去领、现在我得了那么多奖，家里一座金钟奖都没有啊、连个奖状也没有，也不知道弄哪里去了。不觉得这是个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又觉得带着一种悲歌，带着一种悲歌，就觉得主流社会当年这样打压我，后来又给我个奖，我就觉得很没啥意思。只有那个两岸下面那个两岸那个最佳贡献奖第一届给我，我就很珍惜，因为我其实对两岸从事这个两岸的这种交流工作啊，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任何这个奖，其实我觉得最佳的奖是在听众或者我的观众心目中，而那个奖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现在信基督以后，我觉得就是我每天仰望着上天，就是那个耶和华他怎么评价我？他鉴察的是人心，我这个人心是什么？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心，想要做什么样的事儿？说在不在意是这个东西，越来越在意。所以我听了你刚刚讲那个故事，我会流泪流泪那么大方，尽管一直在克制啊。为什么就觉得这个故事对我重要？我忽然听到那个音乐，我说有一天我的八千里路是不是能够从你这儿取点经，给我这些感人的故事，要让我能够再重复凯伦你曾经说过的故事。是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不是？自己挣多少钱花的太少，住的太小，是不是？因为我家里楼中楼，我住的那个房间是保姆的房，一张小床，特别的简陋，因为懒得爬楼梯，是吧？吃饭也是特别的简单，以前不吃剩饭，年轻的时候吃剩饭，后来有条件了，觉得吃剩饭是太对不起自己了。现在觉得不吃剩饭太对不起自己了，是不是？这价值观在转型的过程中，别人很难去理解我。我们自己也需要重新再认识自己嘛。是，跟各位分享，这段时间林峰大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你有没有想到过，在90年的时候，他捐出他所有的商业广告的酬劳，才能够成立出林峰的民族文化基金会。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团长
陈秋盛先生、小虎队第一次到北京去，包括孔雀公主、杨丽萍小姐到台湾来，腾格尔到台湾来，啊，这点点滴滴的，包括林怀民、国立艺专的学生的交流，请大陆的舞蹈家来访，我想还包括王洛宾先生做了两岸的音乐文化交流，这都是在林峰先生的民族文化基金会当中所扮演的。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的心情，就像有几个字来形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重新开始吧。以很多溢美之词。其实林怀民第一次访问北京，我只是大陆的中外交流协会，就是这个侨办的这个基金会啊，是，我只是赞助人之一。嗯，啊，其实有两个方面，大陆台湾去的时候有一些，他可能是台积电，他可能是国泰赞助，台湾大陆邀请他们也需要，也需要，因为那时候他政府行为他没钱嘛，是，我们是其中之一。其他这个包括王洛宾也好，做的这点事儿其实是微不足道，那是八千里路给我的福分，给我的福分。没有八千里路，我在大陆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是，也不可能上春晚啊，也不可能又一次的上春晚。嗯，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福，他给了我这个福气，嗯，我没有辜负这个福气啊，但是还是做的不够，我不是谦卑，是吧？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也许不在，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把自己本身的这种经历，这种认识，嗯，可能能把它更大的放大，是不是？我觉得我台湾做的还不够多，尽管在这个两岸过程中。陈秋盛先生，我们把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音乐家去指挥中央乐团，对吧？当时觉得不错，是。但今天在信仰的基础之下，我们做的是远远不够的，是啊，凤毛麟角。我们只是做了这么一点点而已，是不是？嗯。我们那时候倡导的两岸交流，就是希望两岸的人，尤其是精英、中产阶级，大家能够互在一起互动，那种心灵的互动，是，所需要接触啊，不要隔离。我们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才办回。其实还有很多的，像那个陶艺家，是，其实顾锦舟的地儿，那徐有堂、徐汉堂了啊。其实这些点点滴滴，包括一些学者，他们要想认识胡适，那胡适在大陆是被批判的，当时，嗯，我们就赞助他们这些，帮助他们，甚至有些他们自己有经费，我们就是帮他办过来。是不是？背后有很多的力量在支持。虽然这个钱基金是我个人的这个，因为承蒙东元看得起，那个时候我的主持费是很高的，就是我的广告费是很高的，两年大概给了我1000万吧，好像是，我就把这个1000万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后来现在花光了，花了只剩了基金了。现在就是承蒙那个潘维刚啊，他支持，说他现在当执行长，嗯，兼任副董事长。我这个董事长基本上就是个穷董事长，是，所以就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基金会也很难维持，对吧？因为我们不会募款，嗯嗯，这是我们的短处，我们的短板。我们为什么不会募款？是因为我们当前那种性格，譬如讲，最后就是什么绝食啦，又是什么掀桌子啦，又是什么打人啦，那就是那个性格、那个行为、那种历史画出来的性格。嗯，当然没有那个性格，我也不敢去挑战。这个威权时代八千里路，敢于冒这种大主流社会对我的这种不谅解，说这种性格都是我们的宿命，所以注定了我们能做什么不做什么，能做的感恩，做不好的反省啊，自我批判，是不是？就像今天上你节目，你觉得你很感恩大哥来了，是啊，我觉得我很感恩你给我讲那么好的故事。要到我们这个时候，见得多了，受的苦难也多了，嗯，流眼泪不太容易，感动不太容易，啊，吃顿好饭也不觉得什么了不起，穿个再漂亮的衣裳是觉得自己还长不大，怎么还要靠名牌去包装自己？嗯，是不是？所以价值观整个的在反转，因为你人生在反转，是，反而听了一个故事，有感动，觉得感谢圣灵，感谢喊老弟。你看得起我，你给我这样的个机会让我表述。
非常的谢谢林峰大哥，他才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最大的福气。不论您现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听了这几集下来的林峰的分享，您都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前脚走，后脚放。1983年，林峰大哥的一首歌曲，就像他告诉我，来上现在的媒体，他真的是有可为不可为，他也不见得想上，就好像这四个字的歌曲一样。期待下次再跟您相见。欲走还留，谢谢林峰大哥，感谢感谢感谢各位听众。说珍重，道别离，一遍又一遍，一回又一回，回回首。走。